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聪啊。今日咩做呢？今日咧继续我哋呢个微辣之力大测试。就话说最近咧，其实减肥咧系成功咗啲嘅，我练到腹肌，系腹肌啊！但就咁讲咧，可能你哋会唔信啊。咁点样证明俾睇我腹肌呢？俾啲人睇一睇，就系呢嚿嘢啦。呢嚿咩嚟咧？呢嚿啦，好似一个水平咁嘅嘢啦，佢就攞嚟测试你肌肉强度嘅水平去到边度啊。咁呢嚿嘢点用呢？好简单啫，你只需要将佢放喺台上边啦。咁如果你啲腹肌啊、肌肉啊够劲、够多嘅话咧，你就可以将佢按低佢，可以令佢 hold 住呢個位置。咁相反，如果啲肌肉咧唔夠勁、唔夠多，甚至你連腹肌都冇嘅話咧，咁你又按佢唔低，佢就會咧咁樣上翻嚟，就係咁簡單，明唔明？咁如果明嘅，我哋依家就出發啦，繼續嚟到我哋嘅辦公室啦，我哋揾啲人試下。好，依家揾到多姐啊，哎多姐，想問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腹肌啊？我冇。你冇㗎？你有咩？你笑到咁？我有呢度。你个腰嚟喎，你有冇谂住呃我啊？如果腰咧，佢都一条腹腰，有腹气嘅腰，咩啊？有腹气嘅腰啊！但我呢个系腹肌嚟嘅，一嚿啊嘛，错八嚿。呢啲嘢呃唔到我。喂，你整烂佢好贵啊！我要等打嚿嘢得唔得？真系唔得喎！咁即系点啊？我冇腹肌啊？咁都睇唔出咩？你啲肌肉唔够强壮啊！即系我呢腹肌练到成身，喂喂。賠錢啊，大佬！你話唔夠強壯啊？係啊，你肌肉啲發脾氣冇用啊！你黐線！嗱，我教你點樣做到啦。嗱，你而家瞓低做100下 sit up。你話做100下掌上壓就得啊嘛 ？sit up 啊 ？sit up 係。係你做你黐線！唔怪得你冇腹肌啦，你係做掌上壓練腹肌人。OK， 你識嘢噶嘛？我唔信，你咁肥，你都可以把平。你呃你講咩？講中文。你咁肥，你邊有腹肌啊？你平時都唔做運動嘅。我唔單止腹肌，我埋腹肌添喎。大哥，我啱研究到，係嘛？佢咪平咗啊？幾咁平？呢個係我嘅羅肩。今年個財位咧，可能係呢一度。呢度？邊度？唔係我，即係我。哦，你啊？你嗰個咩財啊？棺材啊？嗱，總之咧，我挑戰成功嘅，我唔理其他人啦。咩？是不是發現原來其實自己是沒有腹肌的？有些人是被肚腩遮住了，即是腹肌是肚腩後面，但你肚腩後面呢都是肚腩啊！你給我的東西一定要仔細研究一下，我以為你有沒有想過不是研究這塊東西，是研究自己為什麼沒有腹肌，不要打人，剛多點打人了一個，知道嗎？那妹哇，看來我要找多姐去減下肥先了，一起有些運動可以做一下，她感應不到我，做多兩組先。找下肥佬，得了。而家一定感應到啊！感應到佢我燃燒嘅力量，一定講貪明嘅呢啲嘢。嘿，我想問你兩位垃圾有冇腹肌啊？嚇，係有啊，有啊，你見唔到咩？哦，就係呢啲一揀揀呢啲啊。係啊係啊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我痛痛痛痛，我收啦喎，我收啦喎。可唔可以認真啲啊？喂，啊發現啦，咁你有冇攞啊？想問入邊。咦，空心嘅喎。唔係認真，有腹肌係咪？有啊，嚇，兩邊度啊？頂你啊！呢個好似有啊！我笑著有㗎啦。我有，喂，有兩個狀態嘅，你想有嘅時候就有，冇嘅時候就冇。喺邊度攞出嚟？我攞出嚟啊！而家對住男仔就係冇狀態嘅時候咯，呢個就係對住男仔時候。嘿，呢個就係對住女仔嘅時候。嗱，咁證明咗豪啲啲腹肌咧係好虛無啊！第一個測你腹肌，第二個測你嘅智力。哦，咁應該我腹肌有問題啦。你智力都有問題。原來你碌咁，頭出咗啲咩？一路可以過嚟試下喎。唔制。過嚟啊！扮乜嘢啫？冇化妝。一路今日佢冇化妝，因為咁對我都冇認得佢。咁你知啲陶罐入去塞滿佢，咁呢度填滿咗，咁佢咪可以瞓低咯？咁你不如攞啲水嚟。係咪佢有四？桃園結義啊！你啱生過。邊度有膠紙？冇啊，冇膠紙。你啲卑鄙小人！大家睇完片啦，一定好多疑問。我之所以能夠做到呢個魔術咧，除咗我智力夠高同埋相貌生得好好之外咧，當然咧，我最主要嘅原因咧，就因為我2019年啦，已經練成咗呢個八嚿腹肌。各位觀眾，八嚿腹肌，大家想唔想好似我咁樣有腹肌啊？好簡單啫，我 share 俾你啊！你只需要用 Alipay HK 個 app 去 scan 我啲腹肌，然後咧就會得到印花。
儲齊八個印花就可以參加我哋今次團年有福機嘅大抽獎啊！最高可以贏取888蚊嘅禮券啊！仲唔快啲一齊玩？嚟啊！快啲一齊 scan 啦！scan 啦，大家一齊玩一下啦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中意我嘅朋友就繼續中意我啦，多謝曬大家，拜拜。